新北市客家移民家国际文创嘉年华，委托扮演出席登场。今年除了传统通过祭典之外，每个合县团的文创商品，希望下客家都很有赏银，去下参加。新北市客家私募球迷为邀请各国组团迎接，同高办学生去下来热闹热，和文化祭都是看到台湾街客家文化。另外 ，YouTube 同样片地不爱搞创业，转到230年前，同个家阿伯婆强化开档风盘本移民军，透过神奇个情节同对话，希望观众强化轻松认识了解传统个客家祭典。明仔透过安尼，下到顾客都很上瘾，强化参加新北市个移民嘉年华。我们也邀请很多的外国的一些清创团体来做创意商品的展示，所以今年其实 TP 来就讲，我们是站在地。接轨国际，影片当中个两个后生主角 Alan 同梁霞，其实未同客家有关系。而家系带头客家总拯救个影冠人，而家有客家血统，能想为移民嘉年华加添后生个感觉，自家未亲眼了解客家传统文化。And Hakanese culture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that's been close to my heart. So yeah, very excited to film a video for the Hakanese culture department. 突然发现，原来我对于我从小生长的地方很不了解，就是我很开心有这次的机会，可以让我多认识原来哦，台湾有很多不同的祭典。新北市客家球迷表示，移民嘉年华非常感念，现场每位有文创商店、电视卡中同学生制作的客家文创精品，每位邀请荷兰、日本、列岛各国组团应援同交办学生，强化了感受卡中新兴产业同传统的新洋文化。谢谢记者卢钦雅、陈玉兴，新北报道。